啊，它那个啤酒杯里面的酒还有奶泡，呈现那个老鼠的画面呢。你离线，对啊，那个就是打小动物还是什么比较有利吧？因为那那时候它这奶，个是坠落伤害减轻的。哦，因为那时候奶泡有个是矿工搞的啊，就是稿子伤害增加。哎、欸，我离线，我你们离都在线，线上哎，还是我要重开？还是你家彩或橘？好，我们都在啊。哎，七十甩杯子，二。不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，等我一下。40个灰你色的重陨修？石，对。那理论上应该加我们每个人都行。重点是你们三个我都看不到。那就是你的问题啦。哎 欸，那无人机要怎么叫出来没有，他那单人的。啊？哦，所以多人没有，了对，就解。你一个人啊，孤说。单寂寞没朋友，他无人机就陪你。哦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没看过无人机？反正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叫做深潜任务，可是要等到等级够高才有，还蛮酷的。这啥？所住的终端。就等级不够，可能也是更后来感觉是慢武慢来，器改造的吗？不晓得。我知道今天跟橘和彩彩出去吃饭，橘都在那边乱来，我怎么了？那边骚扰店员，店员要帮忙烤，然后都在那边阻止别人。那是我的夹子，你怎么不检举一下他嘞？那是你的夹子哇！哦，橘，你喜欢帮人家烤肉是不是？那是我的夹子。他一烤，然后那店员马上过来，哎，这个我帮你烤，教你怎么哎、欸，烤，明明看就不他下一去了。开始先说那个牛肉放在外围，然后又跟我说要放内围，我超想打他的。不是，他的外，是你放太外了。跟我说牛肉要放外围，猪那个猪肉放正中间，然后我就照放。他就跟我说牛肉要放中间，我说你不就是不去死吗？对，兄弟呀、我们提到吃的不能浪，有没有？这样乱讲的吗？喂、欸，等我2分钟，我洗手，手上都是味道。啊，去洗手，去洗手，好哦。去。彩彩是要拿那个球杯干嘛？拿去丢怪物吗？我想要再去地下。那 没办法啊，之前试过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读取完之后就不见了。我之前早就想过啦，啊！哎，竟然不你的行。屁孩等级不够，啊，我们等一下先解彩彩跟繁星的第一个任务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是武器升级任务，繁星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他上次就这样啊，我很奇现怪在啊，发现，红胡子老爹。哎，他感觉没有脸哎，整个都是毛哎。你的毛跟他差不多吧？哪有？我有脸，哪哦，因为你没有戴墨镜，你戴墨镜就跟他差不多，因为他的鼻子也是红色，你就觉得他鼻子也是胡子啊，什么东西？整张脸都是毛。对啊。因为你的鼻子也是红色，就感觉你的鼻子都是毛对吧、啊。我们今天先接你跟繁星跟彩彩的。我以为你要先开始等那支线是第一个哎、欸，第一次哎、欸，我。带袭金属100，之前好像没印象。哎，这是还我不的进来，揍你哦！啊，我还没扣上安全带。不用了，你就是吃巧克力啊，飞出去也是个一坨巧克力啊。怎样？会怎你么样？棒，有了还是巧克力啊？还是好吃。对，巧优克秀力的一批。怎样都好假。采集100个带一百个带奇袭金属，哦。之前我还没有采过这种东哎，是不是特别懒啊？脚印有6个哎。
我们是不是很有效？是哪里呢？特别难的吗？哎呦，我就不太一样。雪地的，嗯，雪地耶，金矿，金矿不用管啦，会缺啊，哇！怎么哎、欸，那个地会那个就是太胖会掉下去。它、啊、怎么突然裂开了 ？Too heavy， 完，拜拜拜。啊，还好我有喝饮料，坠落伤害减轻。啊，还好吗？我掉超深嘞、欸。哇，假的啊，上得来吗？没事没事，你我来看一下。你，我是磁吸石。哇，你好深哦。对啊。还好，还有喝那饮料。哎、欸，这差很多哎、欸，平常这个深度应该就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玩到特别难、啊。我觉得很难哎、欸。对啊，怪打不太死。对，怪很硬哎、欸。对啊。队长你怎么看？一样啦，一样啦。队长你怎么说？队长说一样哎、欸。队长骗了，我觉得队长乱按了。队长跑下去了。我们等级变高了，说不定对方也会变强啊。我们之前那个很难的难度主要是那个吧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是什么？我这个我哎、欸，这个绿色打了它就会变垫脚石哎。对啊，好酷哦。嗯，我们之前的比较难的难度是怪会一直来啊。哎、欸，上面有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氮吸金属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就是，你看，就他一只而已。哦，有差，真的有差哎、欸。不过数量真的是很多啦。哦，这次那个哦，放东西是直接在那里。对。你就挖出来有掉一些角角的感觉，好酷。寒冰炮能术。水痕杯子就那个蓝蓝的。嗯。哎呦，我开始看到了。嗯。感觉。我靠。那个萧炎好像，哎呦呦呦，好远哦！这里有一个，那个勇者去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蓝蓝的，其实我交给我啊，你们主要用萧炎吧。哦，好啊。这一哇，这里哦，我可以钻的进去拿。这是干嘛的？是有虫哎、欸，可恶。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卡住了？欸、你 是, 不是卡住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打了那边臭虫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卡？哦，你在卡住？对啊，卡住怎样？我就卡住。笑死、哦！没事，来了来了，消团要赶快再挖了，再挖一点。对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嗯，挖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在我面前爆炸啦！哎、欸，哇，这好上面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太小。怎么亮亮的、啊？哦，这里有消团。先挖消团。这黄黄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开始觉得这世界变得好神秘哦。呵呵，只是来挖矿的而已。交团。哎，你们有找到一些什么特别的吗？没有。有个说什么喊什么树的啦，完蛋啦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虫来了，虫！因为那个我又挖到一个水晶石，我有挖到哎、欸。哎、啊欸，结果，没事，你先存矿，存亡再打啊，没事啊 ，OK 的。因为我们中间这个会帮忙打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喂，凤姐，
所以那个黄黄的能干嘛？哪一个？黄黄的会发光发光那个？对啊，你们那个是你们放的吗？那个那里？那是我的东西耶，那是我的炸弹。哦哦，快经过的时候，那感应炸弹，快经过的时候才会炸开。哦、那难怪、欸，不是你知道那个我，那个我们在附近，我们也会被炸。真假的？啊、自己小心、啊，自己小心，好，自己小心啊。是蛮猛的啊，因为你那个有持续性。我刚才走过去摸哎、欸，那个你摸没有用啊，那个对，它是怪怪在附近，它就会爆。对，哦、啊这个嘞，这么一大堆，寒冰囊泡素，寒冰蓝蓝哎、欸、绿色的吗？白色的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我去玩喽。啥都没有，没得挖。冰面乌马石，啊，我们这是要什么？水杯痕。对啊，水晶痕就是那个蓝蓝的。对啊。怎么都没看到？哦，看到了，找到了。暗暗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蓝蓝。嗯、哇，这里东西蛮多的嘛。哇、哦，这里好深哦。如果这里都拿完了，我们可能就要一起前往远一点了。嗯，菊还有在哪里有看到蓝蓝的吗？嗯，我手上一个、啊。默默说，手上一个。哇，有一个、啊。哇，彩彩，你把这边挖爆了、欸。啊？这一条被你挖爆了，你看。真假的？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有些地板会裂喽，要小心哦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时间到会裂。我、哦、来了，怪来了。我丢下去一个了。哦，这什么？还麦芽心果，感觉很酷。这是可以收集的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被钉冰住了。我这里有丢一个。嗯。反正刚不是说那下面有个白白的？对啊，泡什么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打掉你就被冰住。好险！超八级！嗯，还有黛西，我也找到了，感觉我们支线快要解完了。哎、欸，不晓得会不会塞满，挖一大堆东西了。已经完成主线，完成五个。我感觉后面又听到裂痕声了，谁太胖了、啊？谁吃太多了？巧克力吃太多了。我吃的刚刚好。哦，现在藏滑哦。而且现在藏，我们今天去吃藏寿司，他那个抽奖的那个动画有变呢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。因为这次是神奇宝贝的、啊，对啊，那这次是就是我们那个不是有他冲浪的吗？那、啊、我们想说冲浪已经啊被淹，那他就是从滑板上掉下去了，就这次是美人鱼来救他。他好像都会换呢、欸，让小朋友开心。挖不到哎、欸。在哪里？看到我找不到、嗯、东西耶，对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看到，有这里有一个，好，嗯，就在那边，我在遥远的地方，太远了吧，这边有一个消团，看要不要来玩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这个箱子，哎，有没有电池？有没有电池？对啊，消团。完了，我不会回去，我这里没有，你往下，你往这边走，你往我这边走，下面下面。你有看到我下面哦，好下面，欸、这边还有一个水痕杯子哦。好，还是我这给你，你先带回去。哎、欸，电池在这哎，那我先丢下去。哎、欸，那我给你们一颗、哦。好好好，这个，我是不是等你要一起拉回去比较好？都还行。哎、欸，彩彩，你要等下拿带电池过去吗？有电池吗？有啊，我刚挖过来了。
这个我挖不到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来帮我。你在哪里？你脚边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两颗了。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嗯，好。你先把这两颗带回去。橘，你要小心哦。对，你们在有吗？巧克力，你们走下面吗？还是走上面？对，下面下面。哦，有有，看到看到看到。还需要一颗，那里也有。走走走。九九九。从前飞进。小心！快跑！有冲！鱼，你要小心。嗯，你一个人啊，我们这边三个人。哦。哦。你刚刚在打白白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好冷。啊！干！怎么爆了？冷静，冷静！我先丢下来了。我先打打一下。欸、太冷了，太冷了。对啊。感觉要解冻，但是我烧你们，有滚滚，有滚滚，爆炸啦！